人在地前要来讲五日节，除了吃粽，有一挂地头的传统风俗，阁会食一种五毒饼来辟邪保平安。台中市糕饼公会特别邀请到做饼师傅廖东莹到现场来做一块天霸王的五毒饼，予人大开眼界。加大大地饼捧上桌，由有名雕刻家老师王尚冠伫咧现场画五毒的图。这是北方五日节传统的点心五毒饼，名听起来真特别，不过实际上是传统的酥饼。主要内馅就是绿豆沙、枸杞，还有那个山楂哦，这是属于清凉解毒的一些我们中药材。内底后包里豆西，主要泥莲子含山楂等等。标配有杏仁、蛇加工、神藤啊、含秋子等各种毒糖，代表起毒气毒。台中市糕饼公会职工中线五日节特别社团风俗，同在和民众分享麦酸的食品安全的重要性。它有红枣啊、莲子等等比较夏季养生的食材，所以其实吃起来很清爽。提供历史台中国际糕风会活动，会在今年七月到十月举办，是够欢迎大家来这佚佗行踏。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